请问你们这个要忙多久？什么时候开始忙？今天早上四点半就来了。四点半就开始，然后我们昨天没有休息，昨天就来了。昨天呢？我们昨天来半天切菜。对了，把那个东西，全后柜里面拿这个东西全部拿出来，全部洗一遍，烫过。铲锅具的部分，那堆锅具全部都要拿下来，全部先烫过一次，洗过，烫过。今年洗好之后。收起来，明年再洗的时候还是要安全起见。辛苦了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大甲妈一定知道你们辛苦了。到了，大家到了。哎，我知道，我要进来看看你们这么辛苦的工作，也要大甲妈都知道你们。他现在会停在我们对去那边拍照。我一路跟妈祖，但是我觉得要进来让你们知道，妈祖知道你们很辛苦。对，嗯，真的太辛苦了，尤其是这么多的锅具，就用这么一年，然后这边大概自动大概有最少有80个，光是让你们这个哦，等一下，让你们等在那边团拜啊。好，那你们80个人，然后最后你们这些锅具要放到哪里去？那个货柜里面。就货柜就收在这里吗？还是载走？就放在这里，放到明年。哦，真的吗？那这个货柜就这样放着哦。这个可能有跟林长说。哦，有跟他说了。哦 ，OK。那所有的志工有没有分每个人不一样的工作？五号。啊，有分组啊。有分组。有分组。好啊，那这些食材的部分呢？假设说这些餐具早就已经锅具买好了，那食材是不是有人架壶？食材有的是其他的信徒，就是送的啦。哦，送来。有的是自己买的。所以有的是那个有的公司看到的，就是他们知道你们要住，所以就会送过来，支援你们。公司很好，大公司。那有没有算过说，就是有没有算过说啊？就像你们是负责一餐嘛，对不对？早上
早餐跟午餐，早餐跟午餐两餐，有没有想过这个整个的食材费用大概有多少？不知道哦，每个人的工作都不同，所以负责最后要收这个也不简单哈，最后这些全部都要收进货柜里头。我们要等全部，我们全部都洗好之后，我们是最后走。最后走，那这个棚子呢？这样一个搭棚子的来。搭棚子的搭。啊，这个多少钱？不在哈，好。所以就从昨天晚上就搭起来了这个棚子。从三四天前嘛。三四天前就搭了。因为很多啊，很多他爱分很多天。不会站到别人的地方的，就先搭起来。哦，是是是。这个，到里面很多，然后那个他搭这个帆布的是这样，有限的能力啊。嗯嗯嗯。他装备如果够的话，他不会挡到人家的路的，他就先搭起来。哦，懂，了解。如果会占用到人家的路的，他就哪一天就可以了。OK， 好。所以现在这里是哪一里呀、啊？大甲里吗？这边是义和里。义和。现在是义和里。正义的义。正义的义啊，和平的。和平的和，义和里。OK， 所以。我们这。那志工都是义和里的人吗？不是。大甲的。大甲啊，还有外地的，还有清水的。我们是。这个点是直属大甲镇蓝宫的。好、你们是直属大甲镇蓝宫，因为我想说为什么直接拉布条写大甲镇蓝宫点心站。好，我们这个点心团有一尊妈祖。哦，有一尊点心妈祖。你在哪里？哦，所以你们那个棚子现在在路中间。好，那我去看看咯。那大哥您贵姓？双魁。李大哥，谢谢您，谢谢妈祖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我们去看看他们的点心嘛。通常哦，一两万的都是写在最开头。